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衣，全都在秀初代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是要碰初代。这把穷也说的你这么理直气壮吗？绘图班绘图二代双向彩蛋，只是这个绘图水门的话应该不会安排彩蛋。一口老虎，哎，打到了不替身，那我继续补攻了。哎，绕开虚佐能护压一波跑了，不去追他，我们迷幻木在这里面晃悠。这绘图柱间全都是长手技能，你看现在就算是绘图柱间满街乱跑，绘图柱间好玩的地方应该就是普攻格挡释放被动了。这个人满街乱跑应该就是不知道这个啊，就剩一颗豆，你敢替身吗？哎，还真替了。走，上个视频呢柱间打班是看了，现在班打柱间。你这老蛤蟆，你总得让我开一个彩蛋吧。我能走。吐火冲过去接蓝帽，完了，这兄弟的血量堪忧。替身，赶紧，哎，对嘛。今の世は俺たちの時代に比べかなり非力になっているぞ。看到没有，哪怕是柱间出来了，现在依然是班的天下。踏み込みが足りん。明明是费雷神更好用，好不好？你让我捐这，看你一眼，这你不替，对吗？走了。哎，我去，强人所难，这么远也能锁到我，那就别怪我了，给你一个大保卫。大哥来了，二哥也不弱，走过来看我一眼，想要骗我替身，我就替，怎么了？哎，一个突刺，手里面还有最后一个通灵，我直接放通灵走喽。通灵王有时候是很烦人的，来，走过去，以雷心，赶紧接一波水刃，卡断他的技能，只需要再抓住他的一波替身机会，就可以把他给拿下了。哦，他在等落地，我就不信我骗不出你的替身，呵呵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走你。再见。